天天跟我做，每天一分钟，分别一分钟。魔女明星说她从国字脸变成瓜子脸，是因为矫正了牙齿。哼，愚蠢的人类，骗谁呢？真有那么厉害？你让凤姐整个看看。说矫正牙齿能改变脸型的，别做梦了。我们的脸型是由骨骼决定的，下颌骨的角度、宽度都决定着你到底是瓜子脸还是圆圆脸。而矫正牙齿只会通过调整牙缝大小和牙齿方向，让被牙齿顶到的脸颊产生一些小变化，根本不会让骨骼发生改变。虽说矫正牙齿不会改变脸型，但它可以改善一些牙齿问题的，像牙齿不整齐会增加的龋齿、牙龈炎和牙周炎的可能性，咬合不齐也会让牙齿之间的磨损更加严重，造成牙神经外露，出现牙虫化脓的症状，这些都是可以通过矫正牙齿来缓解的。所以说矫正牙齿虽然没有整容的效果，但多注意自己的牙齿健康，拥有一口好牙，笑起来才会更自信，人当然也会跟着变美了。哎，我问你一个深奥的问题，发和律什么区别？如果你跟你妈说你男朋友是个律师，你妈会很高兴，但是如果你说你男朋友是个法师，你妈会怎么看呢？